有没有想我是蒂奇？听说我们频道今天会来一位来宾，那像我这种仪式感女神，肯定是要送礼物的啊。那我觉得礼物呢，一定是手做比较好。那加上她是一位女生，所以我觉得做一点可爱又好吃的小甜点，她一定会喜欢。那我听说她蛮喜欢宝可梦的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以宝可梦为发想来去做一个。我先不要插旗好了，小甜点，那它会兼具外表还有美味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准备开始喽 ，Go Go！ 好的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制作。那这些材料呢都非常的容易取得，一点都不难买。那首先呢就把所有东西通通掸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搅拌机搅拌了。那这个食谱是来自我一个很喜欢的频道，它叫做巧儿造咖。那我觉得他做的东西都非常的有质感，然后他自己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实验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照着他的食谱做其实都不大会有问题。那今天基本上呢就是会照着他的食谱做，但在外形上呢我会做一些变化，变成我们那位来宾喜欢的样子。先低速搅拌一两分钟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去把一些东西先洗起来，好洗的东西。在等待呢，我们面团发酵的时候，我们就先来做中间的部分。然后现在大家有看到这张纸，对不对？哈哈，其实已经透露出来我要做什么了。没错，我们要做我们精灵球。那中间呢，我是打算要用，好啦，就跟大家讲，就是要做甜甜圈。那这甜甜圈呢，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非油炸，它是烤箱版本的，但它不是蛋糕体的那一种。我觉得不是蛋糕体的，其实比较好吃，就是比较正统的甜甜圈。那甜甜圈中间是空的。那精灵球中间刚好有一个按钮，所以我打算用巧克力片来补足它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做巧克力片。那这时候就是把你印好的这个图纸啊，上面放一个烘焙纸，然后在上面这样子画巧克力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画我们的巧克力。我们发酵完了，然后它发酵完之后呢，会变得比一开始还要大两倍左右。那我们就把面团拿出来，然后把它擀开。我们把这个甜甜圈放进来，放进来干嘛呢？发酵。起酵。起效，哎，会起效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发过头。没有，因为它要发50分钟。刚前面已经发酵1小时多了，这个要再发酵50分钟。那这个怎么发酵呢？要放在哪里呢？发酵箱。好了，我们发酵完成了。然后它发酵完之后，它会变得跟烤盘差不多高。它要像甜甜圈的口感呢，它有一个小撇步，就是在烤之前啊，在上面刷奶油，然后再喷水。这个奶油不用吝啬，狠狠的给它刷一堆上去，烫死。比油炸好吧？我觉得，你不觉得比还是怎样都比油炸的好吗？油炸就是啊，你都要烫了它。哎，那种真的好吃的东西都很不健康啊，没有一个健康的东西是好吃的。送入烤箱。送入洞房。送入烤箱。送入洞房。送入嘴巴。把它翻过来，
会。哇，真的好帅。绝对不会。那我们这次要做的造型呢，是精灵球还有高级球。那我是想说把它切对半，然后把它分那个上下颜色这样。切。切洋葱，切爱心的洋葱。这什么歌？我那个年代的歌。Baby, what's on your mind? Thinking about all the mistakes you made. 我好想偷吃哦。吃啊！闭嘴！我又不用比赛。嗯，好好吃啊！完成了，那当然不可能只有这样啊！我是仪式感之神哎，所以啊，我准备了盒子，然后我又从我的橱柜里面翻到了非常多东西可以利用，像这个汉堡纸就可以把它垫在最下面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哇！然后刚好我有这种圆形的这种蛋糕纸杯。很好看呢，内在好看，外在也要好看。我们还有好了，完成。来宾就要来嘞，你会紧张吗？很紧张哎，因为真的很少有除了工作室的直男还有张理之外的人来我的频道，我真的十分紧张，而且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喜欢呢。怎样？你今天看到我做的这个，你觉得如何？很可爱、啊，很可爱。你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？就精灵球啊。对，没错。超级球吧，但我很怕他觉得很丑，因为他很喜欢宝可梦啊，我就怕他觉得不像，希望他等下会喜欢，期待等待他来当中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宾已经到，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宾是幸福蛋文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耶、yeah ，好开心，我们频道终于迎来了一个就是新面孔，哎、平常都是直男呢、啊，来个女生很感动，是不是？对，很感动。然后我今天为此特别准备了一个我手做的礼物给你哦，好期待，是什么？噔噔噔噔，听说你很喜欢，所以我就以这个东西为发想做了这个礼物送给你。哇，哎、欸，做得很漂亮哎，好厉害哦！耶，你看出来这是什么吧？可以，是精灵球，然后还有超级球。哇。我感觉很甜哦，跟你一样甜。哎、欸，我马上被撩哎、欸，太开心了吧！哇，好可爱，谢谢。不会，这就送给你了。好的，但我今天呢也有准备小礼物要回送给你。当然，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小礼物啦。哇，怎么觉得你准备很多啊？对啊，整个堆起来，而且你准备很多，害我觉得我准备两个这个小礼物。没有，不一样，这是你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所以我今天呢要来就是把这个礼物送给你，因为我们最近呢就是发行了这个战术牌组，那它其实总共有六款，我就全部都带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喜欢的宝可梦是哪一种，所以就带来给你选。因为我们发现呢，就是现在玩那个宝可梦卡牌的女性比较少一点，所以想要推广一下，一起玩，耶，一起玩。对，那就是这几种有六种嘛，那就。好难抉择哦。嗯，它有就是最入门款的吗？其实以新手的话，因为我是没玩过的。对，我知道你没有玩过。对。可是其实用这个牌组来做教学的话，我其实就觉得非常 OK， 因为它运作起来非常流畅，所以即使是新手的话，你也可以很快的就入手。那我一定是选速狗，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，我一定是选速狗。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真的？真的真的。哇。
好，你看到这边有一个那个五角星，哎，真的，它的速度，对，速度是比较快的。嗯，那我们选它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个来教你。好。现在要来实战，好，那实战需要有一点分量级的人啊。全大工作室包括部最强的玩家是谁？是我。是你哦。啊，对不起哦，有眼不识泰山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请阿进来当我们的对战选手。好，那我们在开始前。文琪要来试吃。好，你刚刚打开了我的礼物，换我来打开你的礼物。好，很久没有收到人家亲手做的礼物。哇，我其实很紧张我很怕你不喜欢。不会啦。那你猜出来它是什么吗？看起来应该是甜甜圈是吗？没错。哦，而且它不是油炸的。那你会想吃精灵球还是超级球？精灵球好了，经典的先。好甜，好香。你是妈妈需要可以。嗯，但我觉得没有很甜诶，就还蛮刚好的。我觉得还行。而且是那种比较厚实的，有这种饱足感的感觉。你可以吃看看红色那一边，红色那边是糖霜加巧克力。有点酸酸的。对，它是柠檬糖霜。好吃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转换一下我们场地配置，我们现在要来决斗。决斗，来，我们来决定硬币先后攻，你要正面还是反面呢？没有，要先抢先。我赢你那是必须，我输你那也必然，要让新手有点体验。我们今天就是交流。好啦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知道你在厨艺上赢不了我啦。乱说了，乱说了，你只能靠宝可梦。严重了，严重了，我应该把你打到叫妈妈。那我要正面。好。哦。请翻开。好，他的是炎帝兵，你的是雷公兵。哎呦，我的回合出牌，填一颗能量。哎，孙布，给他一个能量，再给他。对，勇气护符。那我直接使用我宝可梦的招式，燃烧回旋曲，那是140的伤害。如果我把后场的宝可梦设置完的话，我会打到超过你场上任何一只宝可梦的伤害。所以，想一下。选择的是老大指令，太狠了！我们还没有拿江山卡，所以还顶得住，还行，还顶得住，还顶得住。受到你说那个这个牌组到后面都很痛，对对对，好痛哦！怎么？只要进化，它就能量就跑了出来了。那因为你已经拿了五张江山卡，好，那我的喷火龙已经有加五张。奖上卡的能力了，所以有150加180，直接燃烧黑暗，这样我们就昏厥了。哇，恭喜阿靖拿走最后两张奖赏卡，谢谢。哇，不过我觉得我们这边也表现很棒，我们只剩一张对不对？对耶，等于差一点点。如果我少一步养好这只喷火龙，其实结局也不好说。我玩了这样。这一局下来，我之后会想玩这个牌组。好，这个可以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。这个牌组就是真的养到后面很痛哎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牌组就是真的都要一直动脑。对，就是进攻对象或填能对象，其实都要想清楚。对，就是我其实刚刚有一度快宕机，但是因为我有军师啦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上手之后，就是这真的是对脑袋很好的一个运动。然后小朋友我觉得也蛮适合的。没错，应该很多小朋友都玩吧？当然当然，我们之前小朋友还出现过世界冠军呢，好强哦！孩童组有没有？没错，我怎么觉得我的脑力会输给那些小朋友？感谢我今天的军师，耶！会不会我们又在工作室上去，然后我们
们不是在剪片，我们全部都在打牌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OK， 那我今天带来这个游戏呢，来送给你来游玩一下。那我也跟前面的观众朋友说一下，如果呢对战术牌组有任何的兴趣的话呢，欢迎就是到各大超商去购买，或者是我们其他通路也都可以买得到。那如果想要看更进阶的一些对战方式呢，或者改良牌组的方式，也可以看我们的官方频道影片哦。耶！我们谢谢文琪。我们频道真的是太少女生，你看平常都是这种臭直男。我走啊！哎、欸，回来啦，我们做结尾啦。那大家如果喜欢今天影片呢，记得帮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大家记得去追踪我们的阿健就算了啦。追踪我文琪耶！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见，加嘞！拜拜。